迎收看《电玩宅速配》，我是主持人品玉。天族、异族、青丘狐族之间的爱恨情仇，讲到这，你会想到哪一部经典的电视剧呢？没错，就是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。这部让不少男孩女孩留下感动眼泪的凄美爱情故事电视剧，即将搬上手游喽！就让我们来看看这部爱情故事如何在手游上重现吧。三生三世十里桃花，花开花谢，结缘轮回，在去年火红到不行的电视剧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创下破400亿的播放次数，现在也推出了手游，观众们也能在掌间再续前缘。当然，十里桃林是绝不能少的，另外还有青丘狐族的遗迹，墨渊与瑶光决战的苍梧之巅都在游戏中 3D 重现。要不要来重演一下白浅和夜华在弱水河畔相遇的戏码呢？有了经典场景之后，玩家还能透过装备系统，透过神兵利器打造专属的外观，当然还要来一场美丽的邂逅。游戏中的社交功能十分丰富，能够上传自己最帅最美的照片，就算与另一半相隔两地，依然能看到彼此，还能送出满满的花朵表达说不出口的爱意。真正的神仙伴侣不只是谈情说爱，面对巨大无比、压迫感十足的 BOSS 才是真正考验默契的时刻。来进入这十里桃林，展现出情比金坚的一面，击败眼前的强敌吧。